最新惊悚撞击瞬间曝光！百年饼铺玉珍在天后宫分店，十七号下午两点多，有不少客人在店内挑选商品，下一秒突然一辆轿车直接撞进店内。 大家惊慌失措的逃窜，整扇玻璃门被撞破，货架东倒西歪，大饼散落一地，就连招牌也被撞掉，悬在半空中摇摇欲坠。包含一名女店员和客人被玻璃划伤，而闯下大祸的驾驶疑似为了闪避要转弯的来车，可能把油门误当成了刹车踩，才会加速撞进店内，造成自己也轻伤送医。不少店员即便没有受伤，但真的是吓坏了，回想当时情况，依旧觉得很恐怖。业者表示，遭撞损失超过百万。 目前以门市清洁为主，并以顾客安全为重要，力拼最快今天能够恢复营业。